我嫲嫲同李娜娜即系佢哋良心分别唔见咗一只耳环，嗱而家只要喺你公主府嗰度揾到嘅话，咁咪即系人赃并获，真相大白啦！点啊？惊我哋真系你公主府揾到嘅话，证明超阳公主你冤枉好人啊！好，就睇下你哋有几本事。 贼仔就喺呢度，你话个贼喺树上面，冇花又冇假。公主系个蛙巢，系佢贼仔就系佢啦。哈，真系响度，喂，你睇下系咪呢两只？哎呀，系啊，系啊，系啊，你即系我噶啦，你睇下。 喺度揾坑咯，真系好彩嗬！好彩你哋三位个英明咋，原来个贼系只衰雀。捉贼拿赃，你而家信啦？其实所谓嘅小偷根本就唔系阿四，系佢，就呢只卑鄙无耻、下流贱格嘅鼠食乌鸦。嗯，咁公主可以即刻放人啦。点解只乌鸦咁多嘢唔担走嚟担你哋只耳环呢？ 咁啲普通嘅民間知識，公主你唔識啊，難怪嘅。咪等我話你知啦。嗱，烏鴉咧就有個雜性嘅，佢最中意嘅咧就係擔嘢啦。尤其係一啲閃閃生光嘅嘢，嗱，譬如好似金耳環啦、金牌啦，同埋金鏈，佢將啲靚嘢咧就搬翻自己嘅賊斗嗰度嚟做裝飾啦。所以我肯定一定係佢偷咗公主你個竹布平安，唔使收埋我。咁就算係，都應該係擔翻自己個巢度，又點會擔咗落阿四個攬度咧？ 因为个篮度有燕菜，系啊，燕菜啊，系燕菜。只乌鸦最喜欢嚟我家偷食燕菜，所以佢见到阿四个篮度有燕菜，佢就埋去啄。系啊，啄啊！佢要食嘢就唯有放低嘴入面嘅金牌，就系咁个金牌就留低咗喺阿四个篮度啦。 太夫人，你话几时俾人偷嘢嘅话？咪琴晚咯。咁就啱啦。咁佢就不在场证明呢只乌鸦佢日嘈夜嘈，本公主昨日已经命人捉咗佢，将佢五花大绑。咁试问佢又如何于夜间偷耳环？呢两只耳环又如何活喺佢嘅巢内啊？根本就系你哋插庄嫁祸。你哋咁多人，居然夹埋嚟陷害一只可怜嘅小乌鸦。 仲有你啊！你就算太睇小本公主啦！你啲下三流伎俩，以为可以瞒到我嘅法眼咩？都不外乎黑马降临而形换影啫。你以为就咁可以将偷事一事推得一干二净啊？咁堕落你技穷自恃，仲喺度大话连篇无中生有，你简直有辱驸马之名，有辱国体啊！你哋明知又唔早啲出声，等我大锣大鼓做到傻晒先嚟讲。我就系想睇下你哋出马骝戏点样做落去。虽然比起我喺宫中睇嗰啲歌舞戏仲差好远。 你哋咁落力演出，都算唔错噶啦。几好睇啊！三公，荔枝，你哋喺度做乜嘢啊？二两吩咐，话公主一番心意揾太医嚟医三弟，应该回敬下佢。吓！佢哋操守操脚，等我嚟啊！好啊！吓死人咩？个牡丹瓶啊，值成千两银噶！你知唔知？ 朱玉钗，你要咁小心嘅，打烂咗点送去公主府嗰边咧？相公啊，其实系咪一定要送个牡丹瓶咧？嗱，我哋又有玉如意，又有笑口佛，何解一定要送个牡丹瓶咧？二两吩咐噶嘛，唔送得噶，唔送唔得噶，真系唔送得噶咧？咩啊？唉，我知我知，你唔舍得个牡丹瓶啊嘛？得得得，我送嗰啲白玉鸭俾你啊！ 牡丹瓶系假噶，吓，我威逼瓦碗，不得了，要通知二娘，真系估唔到啊，一防二防，家姐系我啊，即系咁嘅，我娘家嗰边有啲困难，我知啊，你大哥啲赌债我帮佢还晒啦，唔单止啊，唉，三妹夫佢生意失败，周转困难，三妹佢终日闭翳难展，欢颜啊。 所以我拎咗个牡丹瓶去典当攞银两帮佢还。唉，好啦好啦，我同二娘讲，落下嘴头，叫佢改送玉佛吓。得唔得？又唔得。唉，
四弟间屋俾罕天雷劈冧，冇瓦遮头啊！咁家正值多事之秋，我都系唔想添烦添忧啫。相公啊，之前我十围不报已经系罪无可恕，呢但偷龙转凤，实定逐出家门噶。你仲攞咗啲咩去典当？一次过讲晒俾我听吓。之前五弟娶妻要落文地。相公，冇噶啦，冇噶啦，系咁多。坐低先，坐低先。相公，你一定要帮下我啊！你嘅事咪即系我嘅事？你咁帮娘家，无非都为咗骨肉亲情啫。我明嘅。你见点啊，相公？死啦！条气仲挫住挫住，唔知会唔会气绝咧？我系冲杯心茶，俾你补一补。好啊。心，哎，长白山千年野山人参，补中益气，活血化瘀，揾佢嚟救命就正啱。老板啊，我有样极品想卖俾你啊。老板，你睇下支千年人参啊，周文西物。你闻下，佢香气浓郁又略带苦涩啊，系一等一嘅极品嚟噶。好个价，千两。一口价，百两。千两，百两，喂，有冇搞错？话晒啲预设，老嘢埋先同人讲嘢嘅你，哎呀，皇帝嘅嘢，你俾咁少，咪扮嘢啦，凭你两个嘅样见皇帝，切，老板俾多少少啊？688。攞个好意头啊！一个扮男，一个扮女，怪声怪气，鬼鬼祟祟，之心都唔知系咪唔见得光，可能拆装添啊！一口价500两，卖定唔卖？公主，燕菜滋补养颜，最啱公主食噶。诶，近排公主气虚，太医话公主忌食燕菜，要炖心补气。补气啊！咁就烏雞燉野山人參最好啦！啊，父王喺中秋節咪送咗一株長白山野山人參俾你哋嘅，可否？當然可以啦，家嫂嚇，你快啲入去珍品房攞支千年人參出嚟啦！好就唔係唔好，不過支千年人參咧要留翻俾嫲嫲補身噶嘛。係啊係啊，嫲嫲使咩補身啫？我星陽紅腫，中氣十足噶。係知，但係。二奶奶身體唔好啊！要啊要啊要啊！我裝健如牛，唔使進補噶。多六咧，你見點啊？又咳啦！多六佢素體虛嘅，根本就虛不受補。家嫂啊，你就去攞支千年人參出嚟，送俾公主進補啦。相公攞人參啊！你攞啦！你攞啦！我唔知掟咩。唔使攞啦，支人參佢根本就攞唔到出嚟。因为在我这里父王赐予金家的长白山千年野山人参天下间独一无二本公主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人参不在这里而在药材铺的呢家嫂珍品房一向由你看管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两个拿了支针去变卖昨天我亲眼见到他们两个一个扮阿公，一个扮阿婆，我就觉得事有蹊跷，深入查证，原来佢哋去咗药材铺卖咗支千年人参，之后就去咗致富，赎翻只牡丹花瓶。多福，家嫂，系咪真噶？梗系唔系真噶啦，大哥大嫂点会咁做啊？我金多禄咁样人头搏唔到。是我买了一支千年人参的不关相公事支针是我买的不是呢买针是我出的主意当牡丹瓶是我抢的不是呢不关你事夫妻情重即是蛇鼠一窝手足情深亦不过是姑息养奸你们金家根本就是藏污纳垢丧德败行我们金家有什么对你不住啊跟你有十冤九仇啊做什么你一次又一次过来找家嗌啊为什么是要搞到我们家不成家你系咪要我哋金家散咗你至安乐啊？我唔 call 过你都唔得噶！大胆，
你敢打公主？请公主恕罪啊！佢老人家嚟咋，祸不及老人啊！有错在我，请公主唔好同嫲嫲计较。呀，跪低先求诚意噶嘛！啊，请公主恕罪，使咩恕罪啊？佢系公主系点啊？嫁得入嚟就系我哋金家嘅新抱啊！我呢个太奶奶教训孙媳妇有错咩？荣桑，听讲呢一排你去赌坊去得好密下喎。大少爷，你真系挑通眼眉。我近排唔知点解咁黑嘅咧，买鱼佢开虾，买虾佢开蟹。但系铺头啊有规矩噶嘛，唔会借钱俾赌仔嘅。不过我知道金家不嬲都好有人情味嘅。白衣教落，摇到引荡吹，中过头埋去梗衰。荣叔年纪都唔细，为何还要玩大细啊？赢就赢粒糖，输就输家当。最紧要系听人劝，有钱不如攞去捐，咁至可以重拾自尊。总之听我讲，智慧上。上先，上先，好好好，唔使讲咁多，我哋一句到尾，借定是唔借？唔借！你娘亲贵为长孙皇后，福泽恩厚，你就梗系唔会明碗沙里嘅滋味啦。树有高低，人有贵贱。哈，你哋话碗沙里同洗脚皮系咪一样纳入贱民之列啊？够啦，嗰个系我娘亲，你哋讲咩都得，唔可以再讲我娘亲啊！喂。又话行走令嘅，点解唔玩啊？碗沙女，女如龙，龙凤情长一场梦。天平穿穿山金，金枝玉叶入宫禁。哇，老鼠啊！堂堂公主府，富丽堂皇，何来老鼠污物啊？呢个时候你嚟踩我一脚？唔系你，好大只老鼠啊！你走出去嗰度啫嘛，你唔信我，我打死佢俾你睇下。走到哪边？